正理明灯祝福真如老师，教师节快乐。非常非常感恩老师在2020年9月到2021年9月的这一年期间，总共为我们宣讲了广海明月104讲，共186669字，以及广论止观初探46讲，共103257字，总计289926字。虽然这一年来新冠疫情的威胁从未间断，令人难免忧心忡忡，但幸运的是，老师您的法音也从未间断，甚至每周还能在止观初探中看到您的影像，与您空中相聚，实在是太幸福了。这么丰富的开示内容，将我们的防疫时光转变成了快乐修行时光，学习到次第，学习止观，变成我们生命的重心。非常感恩有您的陪伴，您是我们生命中最闪亮的明灯。感恩老师在广海明月中一再一再提醒我们要向内调伏。我很惭愧，常常容易与人争辨是向上的对错，在过程中一不小心就忘记尊重他人。有时候虽然言辞上是克制住了，但自己知道内心其实还是很不平静。事后在听到老师的开示时，就觉得哎呀，我怎么老毛病又犯了。感恩老师结合广论，用许多正理角度不断提醒我们向内调伏，还教我们实际操作面，真是太实用了。弟子虽然改得慢，但只要有您的陪伴，我就有信心一直努力下去。感恩老师。感恩老师在这一年中正式为我们开讲广论止观初探，带领我们迈入菩提道次第中最深邃的篇章，这件事真是每次想起来就无比兴奋呀。当年宗大师在文殊菩萨的劝勉下才决定将止观篇章写完。大师原先觉得不需要写的原因就是，就算写出来对后代众生恐怕也很难有饶益。因为要证悟空性实在太难了，就算是聪明才智很高的人，也必须要很殷重地向上师本尊虔诚祈祷，非常广大的积极资粮，忏除罪障，还要非常非常精进的闻、思、修诸大教典。如果只是自己随便听一听，根本无法真正通达空性。如今在600年后，在师父为我们打下的长期修学广论、净罪集资等基础之上，真如老师正式带领我们登上止观的光辉殿堂。在这个充满高科技诱惑、处处追求短暂五欲之乐的时代，老师在不可能中创造出真正的奇迹，带领着这么多的汉人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用中文学习广论止观，并且是非常严谨的考究藏文原文，非常仔细的逐字逐句解说，让大家都非常欢喜的学习。老师您真是太了不起，太了不起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太伟大了。感恩老师在这段疫情期间持续关顾团体大大小小各项事务，让所有弘法利生的事业都能适当应变持续进行。您所做的肯定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。老师所要关心的人事物这么多，还花那么多时间为我们开示。一个人的时间其实就是他的生命。非常感恩老师用您的生命来陪伴我们，用您的法音来援助我们，让我们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永远向正确的目标前进。因为有您，师父的心愿才能延续不断，增长广大。因为有您，宗大师的清净圆满教法才能持续在汉地生根茁壮。感恩老师，我们永远都会追随您，永远都是您的学生。也祈请老师加持，让正理明灯越来越亮。接下来请听我们说谢谢您。